本期讲解一个同城搭子相亲新玩法，一篇帖子引流80人，当日变现3600以上这个项目啊。这个项目是由搭子玩法演变来了，同城搭子相亲啊，与其他的搭子不同，它叫相亲项目新玩法啊。大家看看，一张图配4个字就能为人带来可观的流量跟收益，这是一个小私域的项目，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耐心经营好你的竞销场所啊。非常适合小白来操作，长久操作，一个人操作就可以，每天引流20到30个人，你的收益就能达到500以上啊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项目介绍、准备实操总结啊，还有电脑操作的网址全部都有啊，参考图、同行，还有这个作品的实例，作品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啊，都有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"同城搭子相亲新玩法"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